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会像过去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投票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当的分析师去做，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报上报下等上涨，不敢百分百直接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汇多回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常常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可以做到价格呈现不合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还就要赠送资料，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你已经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汇率警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三个价位一次都有，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益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为凭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金流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8月3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231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31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在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剩下软体帮助自己操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等我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的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3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 34.7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3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
展宇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三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展宇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胶上面的边台，短短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号这一天，这张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6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一样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6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康纳香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康纳香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3到4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27.6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 27.6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 27.6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呢，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9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还是一样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9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的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茂伦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茂伦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免谈。短短四到五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造出 27.5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正在这发生吗？所以呢，这张股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5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 27.5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爆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爆上爆下，又浪费了三天的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5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 27.5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15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还是一样交给时间做什么？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15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上面有重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新科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5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档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新科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扁塔，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造出 17.2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牛而已哦。事实上从8月30号到今天15个交易日时间，你的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已经帮自己创造出117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也已经帮自己创造出117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是用过去死爆火爆的方式做股票吗？还是用过去不能适当软体帮助自己操股票吗？很多投保在市场当中都会非常想要知道如何用最短时间帮自己把资金做翻倍，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要100%资金集中操作单档票，绝对不会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再来，每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也不会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死抱抱等票上涨。最重要的，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更不会像过去一样进出时机总会慢了半拍。而时间做交易很简单，所有操作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用最短时间把资金做翻倍。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档股票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没有办法领先市场很清楚肯定的知道282块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难道每次都要等到行情大跌之后再考虑要卖吗？就来不及又慢了半拍。这时候你会问我，我如何领先市场知道282块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很简单，要领先市场直接来看会是比较快的。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的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当天除了给各位明确的进场点停损点之外，停一点会一并直接告诉各位。那看哪里？一定要看当天正摆动均值的这个数字，一定要看当天的，他直接告诉各位282块一定要全数卖出一张不留，在进场当下直接告诉各位来到282块一定要全数卖出，在连续几天上涨之后最高来到 283.5， 所以我们设282块一定可以卖掉，可以把这一段最好赚的放在口袋，
这波任一张股票会有大赚变小赚遗憾，是在里面浪费任何宝贵时间。同样的，除了卖股票要领先市场之外，买股票一样要简单而且肯定。过去你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常常有个不好的经验，股票常常买太早，在里面动弹不得，甚至要先被套牢、哦、才要再等解套。那么等到连续大涨之后，甚至跳空涨停之后再去做追价，不管在这里买或这里买都会非常辛苦，但是跟着时间做交易头会变得简单而且肯定。一个阶段永远唯一这个最好赚的买点，而且一定要买在最好赚的买点。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绝对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户在这档股票这一天绝对是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同样道理，每档股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一档股票，因为永远是一个赚钱的办法。包括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一样看到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就这么简单而且非常肯定。既然是唯一的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在这档股票这一天怎么做，绝对是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在你过去买股票的过程当中，不是买得太早就是买得太晚，好，没有办法买在刚刚好位置，也绝对不是等到长红涨停突破带量之后再帮别人抬轿，已经慢半拍已经来不及了。要买一定要买在最好赚的买点，而这就是时间做交易独特技术，简单肯定而且非常的单一明确。同样的，我们可以再看一档股票，事实上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包括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们一样看那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就是这么简单肯定。所以我所有客户在这档股票这一天就是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就像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的，操作股票过程当中会赚钱，手上一次一档股票就够了，一个点位就够了。我永远也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会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你想要跟着新金牛观念抓出比标更标获利，事实上并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侧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讯吗？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 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线02-2389-8029 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我们拥有时间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时，纵使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9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3003点，10呢两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52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一样可以挣157点。但是很多的朋友过去也跟很多老师甚至都有软体来把操指数
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计猜。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会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的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需要打折，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对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100%不要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刻意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也可以挣157点。当然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每一笔的交易讯号，今天第一笔交易讯号在8:55的时候是一个延续盘不同步反向做空讯号，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电脑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上，这接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上，昨天多今天也是多，这多方延续盘没有问题，但是我说过8:55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颜色不一样，一定要倒过头来做，所以收盘收定必须设收盘价，也就是17236去做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哪里？最高来到17242，所以定价100%全部都可以穿成交，但是千万不要忘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支撑区，一口单挣22点，先把它放一口单，再等今天第二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多，包括这个地方有个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那为什么都不做？很简单，因为在进场之前会先知道进场停损停利，如果先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当然不会去做它，可以避免多空双杀，而必须要等待是什么？下个机会，在这个地方趋势盘同步做多，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下变到灰色线上，线下变线上转折，而线上是红色，所以同步做多，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17258去做多，直接来看会不会成交。现在跟 K 线最低来到哪里？最低来到17239，所以定价100%全部都可以穿成交，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可以规划压力区，一口单挣135点，记得把它发一口单。那对于今天的行情，很多人每一次看到大的行情，像这个地方有超过100点行情，既然有100多点的行情，很多投资朋友常常会赚个10-20点就跑掉，而没有办法去掌握住整段的利润。但是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的同时，你可以很安心放心的去掌握住整段的利润，而不是明明是100多点行情，然后10点20点就跑掉了。那应该怎么做？很简单，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电脑，直接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的同时，会给各位除了进场停损停利之外，还会有移动停利会去保护各位，也就同你所看到的，进场的当下会给各位进场停损停利之外，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有移动停利去保护各位，也就是说在没有破移动停利之前，当中不管怎么震荡，包括在这个地方，包括在这个地方，你都不用害怕，你可以一路报到目标价为止。所以你要掌握是这个整段的利润，而不是明明100多点行情赚个10点20点就跑掉了，而这就是时间做交易系统独特的技术，也就同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
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